在这个世界上是借助这些事在走向解脱，不要沉迷于这个世界的五欲之乐。你是在家人，你借着这些，你是现在佛弟子嘛，你在借着婚姻家庭亲情友情爱情，借着这些情缘血缘，借着这些缘分来走向解脱的，这个目标是要确立。所以那你就即使你是就算你在红尘中去工作生活去做生意，你都跟一个完全的以人道的角度去看问题的人是不一样的。你是借助这些事去不断修觉道去走向解脱的，而他们是没有目标和方向的。同样在红尘里边摸爬滚打折腾，但是你是由佛的戒定指导下，而且借助这一切走向解脱。而一个没有这种知见跟方向的人，他是走向轮回，同样做着同样的事情，吃喝拉撒睡。那我就是跟别人表面上还是一样的，对，不用也不用。你说不一样，人家也认为你是一样的。你不也吃喝拉撒睡吗？是不是？你不也上厕所？你不也三餐一日三餐吗？你不也结婚生子吗？你人家有啥不同是吧？但是你就是有不同，不同的就是你有佛的见地。你不会较真，不会执着，不会沉迷在这个世界的五欲之乐里。你是借助这些娱乐走向解脱。你是一直因为自己太孤单了，自己太脆弱，自己不够力量，自己还有习气欲望，暂时的就是就像我们吃饭一样，我现在饿了，我吃了这个水果，我是暂时饱了，我为了打坐我继续修行，一直这个食物而走向解脱。你不是来这个世界享受这个食物的，先这样子，等你成道了再来享受这个世界也不迟。就这点记住就行了，方向，这个蛮重要的，知道吗？生命的最高目标。对呀、你要没有这个目标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会陷在五欲娱乐人，陷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里面，陷在芝麻细瓜琐琐碎碎这些，就是别人说你啥了，你又怎么了，他又骂你了，他语气不对了，就陷在这些。很琐碎的这些日常生活，因为我们等于是我们现在在家庭妇女了，已经都是都人到中年了嘛，都是这一大家子人是吧，有老的少的是吧，这些否则你就会陷在这些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漩涡里，知道吧？目标不清晰，你就跟普通人有啥区别？你还说你是修行有啥区别？唯一的区别就是目标清晰，佛之界在这儿，我是一直解脱的。是吧？为什么吃饭？因为不吃饭我会饿死，所以我要一直先吃点饭，然后走向解脱。解脱了，成佛了，我想吃吃，不想吃不吃，自在嘛。我可以吃，可以不吃，我也饿不死，是吧？人家可以辟谷的，就是在修自在嘛。然后在这红尘里边，各种法门工具多学几个，哪个来对治，哪个就是拿去用呗。多熟悉小法门吧，那就是。就是理通法门，法是人憋出来嘛，理通法自然嘛，你道理通了，那法是憋的。这就像刚才那个师兄说，我这去通过这个什么来修平等心也是可以的。你说你坐在这儿，通过倒茶是不是能修平等心？也是可以的嘛，是吧？那是平等嘛，讨厌的、喜欢的，一个一个倒过去嘛，那不平等？这不也是平等心吗？Thank you.